无力造血干细胞建档，此际在丰原静思堂又办了一场。这次有许多年轻朋友加入，为了让大家了解验血过程、配对成功需要做哪些事，都详细解说。很清楚的了解这些资料之后会被用在什么地方，然后会有什么样的人得到帮助。就是我配对成功，我需要做些什么事情，对，就是非常的清楚。 还有捐赠者就在现场，爱的见证说明自己捐髓的过程。这把针插进双臂里面，然后把血抽出来，经过机器的分离，把那个骨髓分离出来之后，再把你的血液回送回身体里面。 这种比较感到令你感到安心，捐髓救人无损己身，还有兄弟姐妹一起结伴参加。因为看到同学的那个脸书有分享这个讯息啊，然后想说，其实身边的亲朋好友啊，大家都有建档，然后所以就是。 真的，其实这次机会也很难得。假日亲子时间，有许多妈妈自己要建档验血，干脆也把孩子带来，让小孩亲眼看看。有这么多人一起响应爱的活动，在小小心田种下善根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仓克、张钦森、黄慧兰台中报道。